诸位居士，诸位居士，观世音菩萨香，今日分享是禅波罗蜜。是禅波罗蜜当中呢，介绍禅门的修法，禅波罗蜜，其中以三种入门为禅门。第一，以习为禅门；第二，以色为禅门；第三，以心为禅门。那智者大师啊，就问：诸法无量，何故但取此三为禅门？这么多法门啊，不是有84000种修禅的法门？那为什么我们禅修要修这三门呢？第一就是属习观。为什么都要修属习观？不管你是南传还是汉传，要修禅法就修属习观，以习为禅门呐。再来呢，修不净观，以色为禅门。再来，以心为禅门，修心。为什么只选这三种啊？这三种为什么这么重要？这里就先回答：经略明有三义，故立三法为门。第一，如法相；第二，随便宜；第三，设法境。如法相，随便宜，设法境，那这三种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，如法相者，如大集中说，大集经中说，哥罗那识即有三世。哥罗那是什么啊？哥罗那就是胎儿的位置啊。这个最受胎之初啊，我们因为什么而受胎？人之初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世间，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。什么阶段？就是还没有成型啊，你一定有一个受孕的时间啊。爸爸的精子，妈妈的卵子啊，精子跟卵子啊，合合变成受精卵，那你就成功的受孕。成功的受孕呢，那你是扮演什么角色啊？我们呢来到这个世界呢，一定有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啊。那我今天呢来了啊。就形成一个人，形成一个生命。那这有什么因缘而具足呢？就有三件事情就会成就一个生命啊。这三事啊，第一叫做命，第二叫做暖，第三叫做事。要有命啊，要有暖气，要有暖相，要有温度。第三呢，还要有事，阿赖耶识。好，这三件事情呢，成就它才会成功的长成一个胎儿啊。第一呢，就是命啊，这个人要活着啊，就是命啊。出入习者，名为受命啊，命就是指习呀，出入习啊。第二呢，不臭不烂，名之为暖啊。这个暖是做什么？维持身体啊，身体啊，如果一旦呢往生，这个人往生，怎么叫往生？就是身体冰冷了啊，它没有温度了 啊，那是不是就开始臭，开始烂啊？我们现在啊，每天都活着。身体不会臭，不会烂掉啊，不会腐坏呀，就是因为我们都一直有温度啊，这恒温啊，
人是恒温的动物哦。那一旦呢失温了，这个人往生了哦，这个身体是冰冷的哦。那冰冷呢，你放多久会开始坏？哎，三天哦。有的时候啊，天气很热，还不一定三天，一天就开始有臭味啊啊，乃至于呢有苍蝇啊啊长蛆啊流汤啊流脓啊开始腐败啊。你说人的身体有这样吗？啊，你不太记得哦。那我们就去看那个猪肉，这猪肉啊一离开啊，它只要不冷冻哦。啊，在猪肉摊上啊，你只要放多一天的啊，你看你去买猪肉的时候啊，你会跟老板说：“老板啊，那个你那个放一个礼拜的卖给我啊。”不会啊，人家放一个礼拜都已经都长那个苍蝇啊，长蛆呀啊，有的都已经臭掉了啊。你就知道这肉啊。啊，色身啊，就是如此啊，叫败坏啊，一下子啊就坏掉了啊，所以这是第二个啊，叫做暖啊。那为什么会有暖象呢？啊，即是夜持火大故，地水等色大，臭烂也。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地水火风。它的四大假和，四大假和啊，这个风是属于出入席啊，那火就是这个暖，这暖象啊，是因为有业啊，所以呢维持着让色身不坏。那如果这个火啊没有了，暖象没有了，那地跟水就要分裂的，就要分离的，叫臭烂啊。所以这是啊一个。假和之躯啊，此众心意明之为是啊，即是刹那觉之心也啊。哎，这其中呢，有命啊，有暖啊，还有第三个字啊，叫做是。是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意是啊。那心意是是什么？就是刹那觉之心。诶，我们的心啊，的确是刹那刹那变动不停啊，一下子想东，一下子想西，啊，一下子有念头，一下子没有念头啊。每个人的念头啊，都是瞬息万变。有的呢，他不知道自己有念头，他以为啊，他自己都无念，其实随时都在变化，刹那刹那变化。所以你说，如果没有了解这个心啊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说好的事情怎么又变了，说变就变啊，因为心其实都在变，随时都在变啊，所以这叫刹那觉之心嘛啊，就是有这个变化啊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事哦，就是这个心啊。好，那前面有受命啊啊，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是暖啊啊。才能维持什么？维持生命，维持色身啊。那维持色身的问题是呢，如果没有第三个，有一个是啊，跟色身啊合合啊，没有这样子三个事情具足呢，那这终究啊还是不成哥罗那啊，那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成就这个生命的开始啊。所以每个人都有啊，所以呢，三法和合啊，从生至长，无增无减哦。包括我们现在哦，现在活着，这也是啊，要有命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呼吸呀，你呼吸每天才能活着啊。还有我们要暖象啊，我们要温暖，恒温啊，虽然说。啊，现在天气很热哦，大家觉得好热哦，很不舒服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其实你的身体呀，是需要温度的，是有37度的恒温啊，这是人的恒温呐。所以这叫做暖象啊，暖象才能够
维持身体不臭不烂。好，第三呢，你也有心，有心意，有心意的维持这三件事情啊，一定要缺一不可，不增不减呐、啊。啊、都合作的无间哦，从生至长哦，渔夫不了啊。我们不知道这三件事情只是合合凑在一起啊，那我们不知道哦，不了，不了解啊，不明白，于中忘记我人众生。诶，因为太习惯，而且觉得习以为常，就这三件事情啊，合合的假象当中，你就从中呢忘记有我人众生，就以为呢有一个我相，有一个人相，有一个众生相，你就真的啊，就是我从这里开始的、啊，这就是我啊、哦，这就是我啊。作诸业行，心生染浊，颠倒因缘往来三界啊、不但是有我哦，而且呢，依着这个我相怎样？啊、就造业啊，作诸业行啊，心生染浊，颠倒因缘，啊，造了种种的业，要造业啊。为什么造业？因为我爱自己吧。我爱自己，心生染浊，有我相啊，有我爱，有我爱啊，到底爱什么？就爱一个我，所以有这个颠倒的因缘啊，就做了这个业啊，乃至于呢，就轮回了。若寻其原本，不出此之三法，是故啊，以三法为门，不多不少。如果呢，要把这个三界轮回的因呢，把它彻底解决，那研究了一切万法，到底要聚焦在哪里呢？找来找去呢，就是啊，哎，这三件事情是最根本的，所以呀、啊。修行啊，聚焦。很多人呢、啊，都喜欢研究，这研究一切世间的啊、所有的学问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哦，我喜欢看书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奇风异俗啊，哎呀，我都了解，哦，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学富五车啊，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啊，啊，大家就说哇，这个人很博学。什么都懂，哎，但是啊，就跟生死无关啊、嗯。每天呢、啊，研究吃的，啊，研究呢，啊，玩的，啊，研究什么？啊，研究风花雪月，啊，研究这些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研究五欲啊，啊，这研究了这么多啊，哇，这个车子啊，研究啊。飞机研究啊、这个所有的事情都研究，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了解，增加很多知识啊、听很多演讲，看很多书啊，那自己呀、啊、就变成专家啊，这都无可厚非啊，因为人呐、啊、活着就是有这种追求知识的欲望，但是问题是啊，诶，这些。所有的知识到临命终时啊，你发现了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还不上用场。你是个科学家，你少了一口气，你当科学家要做什么呢？你是一个银行家，你多少了一口气，你都没命的。你纵使有家财万贯，依然是没有用的。你了解的。这么多的知识，你对于啊要死这件事情啊，往生这件事情一点用处都没有哦。那我们却
觉得啊，我活着，用这种认识啊，这种知识的追求，来满足自己的心里面啊的一种我见。你看我这么优秀，你看人家往生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功德垂诸后世，就在那边啊讲他这一辈子做了什么什么什么，多么伟大的事情啊！最后啊，只见关一口，他就躺在那里啊，纵使给他奖状都没有用啊，奖勋都没有用啊，给他很多的，哎呀，旗子，盖在这个棺材上面，一生的荣誉啊，不得了。但是问题是啊，很不得了啊，没有用，没有用啊。所以根本的问题非常重要，这是佛陀很慈悲啊，他把所有一切万法，你如果一个一个去研究，你真的是啊，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，到最后呢，与生死无异。他把它浓缩，浓缩成什么？你就修这三门，以三法为门，不多不少，你绝对可以了生脱死。我们的生命啊，很有限，你要聚焦啊！你不聚焦哦，你每天哦，就是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呢，你都要死了，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死哦，是不是？你等到要死了啊，我再来赶快休个暑息，你来不及呀，你就靠呼吸器了啊！你看那个医院里面有多少的人，到最后一口气还在挣扎。他还在想什么？他还想他的财产啊，他的家人呢，也在想他的财产啊。赶快把密码告诉我啊！那或者是呢，还在哪里？还在那个感情啊，我放不下，我恨呐，是不是？都要死了，还不愿意呀，解开心结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叫颠倒？众生呢，就在这里面，就是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始终呢，就是颠倒因缘而往来三界，他一定会再来，一定会再来做什么？又再继续浪费生命，又再继续玩转人生，东摸摸西摸摸，这做什么？很多人呢，不修行，因为要赚钱。你赚钱要做什么呢？你赚到的钱又如何呢？他有办法帮助你得到什么？可以啊，买健康啊。买很多健康食品，看很多医生，你依然还是会死啊，依然还是没有这个解脱，那这是真的是很要紧的事情。所以如法相呢，就是看到啊，佛陀啊，真的是就修这三门以三法为门，不多不少，你真的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，就这三件事情就好了。你看，真的是啊，学佛真的是很有福报，因为佛陀呢已经帮我们抽丝剥茧，你就修这三门，你就一定可以解脱。这三门很难吗？一点都不难，你就修熟习，哇，这不得了嘞！你一修熟习，真的就可以解脱生死，这么殊胜，这么简单。那当然呢，随时都要修。你不修，你真的就是暴殄天物，你浪费你的生命啊！所以这以三法为门，不多不少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三门是至关要紧，因为它就是最核心、核心的核心，重中之重。好，那这以上呢，就是先讲到如法相。时间不多，大众继续精进用功，狂心顿歇。歇即菩提。